叫我们的白铁工艺，这个是台湾啊，这个白铁师傅第一次的亮相，献给了我们福安宫永安社。各位今天非常有眼福，因为今天是他们第一次首度的亮相，非常漂亮的三角旗，非常漂亮的白铁工艺，呈现在我们国人的面前。非常漂亮的台湾工艺品。好，接下来这一阵特别介绍啊，小朋友的守护神，来自台南的天地天书第一场的十二婆姐阵。各位你老师小朋友啊，今天不会有些啊，小朋友不乖，小朋友需要加持，需要照顾，爱来找咱的十二婆姐啊，来给你坐下来，来给你笑笑的，来给你加持。大男囡仔啊，查甫
哥也是查某，阿拢会当互咱的波西姐啊来甲咱加持。哦，这一身365五骨针拢甲你实实介绍起。哦，会当互你生气，会当烦恼取消底。天青青，地凉凉，地位新尊倒大钱，地主世间平吉人，金求地主心平安。地主全家全欠过难，财主来奉旨，万福安康，天上圣庙，马祖娘娘，神通广大，福报佑美，各福消灾。会当祝工，咱现场亲爱观众朋友，会当阖家安泰，生意兴隆，求财之财，求利之利。谢谢谢谢，我们要控制后面的时间，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再出来红心大家红心你无给我无给你无给死无给爆无给你这个大的大力得出你终于还你终该你终于还你终该是终于还是终该掌声鼓励。谢谢，感谢到来在你国际的主题，感谢你保持的爱心，感谢感谢再感谢，谢谢。好了，我们最